到达现场，然后他们就是进了那个门，他们闻到，他们说那不是瓦斯味道，他们说很确定说那是沼气的味道。是，他检查了多久？现场的一个先生陈先生说，一个师他说他很厉害，他能够分辨出天然瓦斯还是液化瓦斯、桶装瓦斯还是，他是说他一闻就知道了。这是昨天下午发生的。对，昨天查了多久？查了多久？他来了现场大概前后三五分钟，他一来了就三五分钟就走了，他就走了，他也没有逐层上去看。然后我们他就认定是沼气，他就认定是沼气，他很肯定是那是沼气。那所以说我特地有跟他要了一张这个处理单，因为我也是充满疑惑，要了一张处理单，万一有什么事情之后，责任比较好厘清。我开始请教一下，我们这里没有沼气储藏空间，怎么会有沼气？我们没有沼。